哥哥说的对，哥哥说的都对。妹妹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这天底下这么多人，你为什么偏偏就为难我一个人呢？是小春花亲口跟我说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是，可是我都陪你玩了冰蚕珠了啊。小春花耍赖，不算。那你说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？妹妹太傻了，我看那萧白对你并非真情实意。这小白都说了要娶我了，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我现在早就已经是萧夫人了，是吗？我跟小白，我们本来就有婚约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情投意合，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的，要不是你各种捣乱，我能受这么多苦难吗？现在可好，小白走了，婚约没了，你陪我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你哭的样子太丑。你还说我丑？算了，你走吧。你又骗我，你在这看着我怎么走吗？腿长在妹妹的身上，想去哪儿是妹妹的自由。我知道，我要是走了，你就会把我给……杀你有什么好玩的？那你应该不会给小白说那件事吧？就是说嘛，这件事情就是他花小磊做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凭什么让我给他收拾这个烂摊子啊？与你无关啊，反正我不是失忆了吗？这个理由倒是很别致啊，不知道萧白会不会这么想。那我真走了。你会回来的。你一个绊脚石，哪来的自信？哥哥说的对，哥哥说的都对，这毕竟是娘家嘛，对吧？嗯，哥哥在家好好等着春花，春花一定会回来看哥哥的。嗯。